我们待会去吃那个牛排吧，我觉得都没有好，有个会了。啊！真是刘某某吧？哎，我真的好喜欢你，我时常看你的视频，你看我的口罩就是因为靠你的视频。你看大家，你不要过来呀！我怎么说要拍张视频？广东不太，我们就不必了，我要试一下。试一下什么？来，三，二，一。 你这样拍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放个朋友圈不也行吗？用原相机吧，兄弟。用原相机拍，你真的很过分哎！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是谁啊你？我琳琅琅啊！你是琳琅琅，我真的好喜欢你，哇，你本人也太好看了吧！你看就是个旺夫相。长什么相？我们俩拍照。哎，你拍什么呢？你拍我们两个就行了呀。 快点！好了好了，真的，琅琅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这样子以后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。我看你，哎，那不是老范吗？范婶儿，范婶儿，老范。